爱我的了，你信不信？刀妹和解脱者应该是解脱者，我们带多兰之刃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应该是解脱者，其实更想打刀妹，不过都无所谓啊，都是刺客。这个出门装啊很有讲究，多兰之刃的打法和常见的打法不一样，这两个打法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一个是持续的回复，一个是瞬间的回复啊。哦，他怎么把这聊开了？所以两个人两种出门装的这个打法区别在于，一个是缓慢的压制节奏，一个是爆发的压制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，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小心机器人，点他 Q 他，点他点他点他。还有一种是在带药水啊，这个他们就完蛋了，他中路最起码是崩了，因为你知道吗，他这一波搞得他要回家，他不回家到线上两瓶药都没了，他这波一回家就会导致他出来的时候，好，那他这个药没了。哦哦，你这个就啊，你看这个都太危险了啊，还不如回家一波，那回家一波出来很伤的，不回家就是这种情况啊。我们不点兵啊，不点兵，这个兵线是推过去的，我们只补最后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有时间可以在对方的野区红 buff 插个视野，他打红我知道，我有可能会过来偷，我们点他。好，行了，点一下，哎，马上往后拉，先拉断小兵的仇恨。好，他王子在打啊，我们先学二级加龙炮，你懂的。先给他制造麻烦，那我就打你了，对吧？哎，那你就变成了替死鬼，替死鬼，替死鬼。好，走，小心王子啊，王子他 EQ 打不到我，反手就点他。没事了，不行，这个会，我要吸血。其实这波我不太赚，有点亏，因为我哎，他这波拉呢，其实他拉歪了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其实他拉歪了。感谢麻烦主播看我一下送上的大玩心啊！现在我遇到难题了，就是这波兵线对我来说是很多的，我如果回家的话，那基本上等于崩盘，等同于崩盘。但我不回家的话会很危险，试问这波线应该怎么处理啊？那各位你看一下我是怎么处理的啊，好好看一下。首先我肯定要跟他保持距离，我们的打野帮不了我，因为他是墨菲特。先尽量保证，哎，西兰这个时候他人不在啊，就马上变成锤形态疯狂的西兰。我这波打野帮我大忙了啊，因为他把他拦住了。这样的话我们要做的其实不是去打那边的，而是疯狂的把线压进去。但是你看这个时候我也帮助不了他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这个墨菲特，你会不怪我？你会怪我，但你有没有权利怪我？你有权利怪我，但是你应不应该怪我？不应该怪我啊，因为这波很明显他要帮忙的思路应该明确一点，就是说我们只是帮助中路把线压出去而已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所以把它压到边缘的时候呢，就应该撤了，起到了这个效果就够了。所以这是他的理解问题，他可能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由于啊他并不知道对方打野的动向呢，做得很过分啊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呢他并没有怪我，他没说哎你怎么不来什么的。如果他说你怎么不来，那说明他水平就太低了，对吧？他没说说明他是会玩的，但是他过分了，对吧？他不应该是那么过去压制他啊，他只要不过来就行了。
好，我们现在呢继续保持发育，给他来一个加农炮。好，那他问题大了， A 他 A 敲啊。好，那他这个就过分了啊。虽然我只有四级，虽然他的血量低的时候吸血很足，但是我有点燃，这个点燃很重要啊。没有点燃我杀不了他，因为他的回复被减半了，这个减半就伤了。好，哎，马上怎么样回家，这个时候不是去吃塔皮啊，马上回家再补一波，因为我没蓝了。我们第一件装备选择出黑切，买个这个，买个鞋子，买一瓶药水。 OK， 这个药水尽量少买，因为它50块，所以你有150的话肯定是要买这个啊。这个是不用再买了，一次性，而且你还能卖，这个很亏的。但我们有50块，那肯定只能买它啊。这两个兵丢一个。我这种出装呢成型很快，但是问题就是很缺蓝，所以我们蓝量要控制住。他六级了，他偷我技能没什么好偷的，他想打这波钱的话我们就点他，哎，稳健的去压他，不要过分。我们主要的消耗手段呢其实是加农炮，哎，一炮。好，西兰给个信号，他不见了，开始西兰。他其实这样的游走呢是不对的啊，思路是不对的，因为他线上就会被我压制或者丢兵丢经验。你看他还是毅然决然的下去了。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是把他的塔皮给吃掉啊，然后吸蓝。我要么呢，哎，你看他还支援失误啊，被杀了。你看这个就是打中路一个非常非常不对的理解，先把塔皮吃一个。我用这个形态打是为了吸蓝啊，切换回来是为了开电能复合，打得快。兵还是要补，没事，他我这么多血他不可能杀得成啊，我只要不打他就行，我在塔下是不会打他的。1500滴血，赶快点个蓝 buff， 我们可以自己打。小心，小心他的打野。好 ，OK， 去把这个蓝打了，继续发育。杰斯是可以支援的啊，是可以打游走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游走。是因为每一次呢我都没有去压制他，我如果直接游走他推线我会很亏，没有直接压他不是因为打不过他，是因为对方的皇子他的位置啊，好，那我这血也不多了啊。哎，你看这波我是怎么选择的，我是选择一波兵，你看啊，这个很多同学就不能理解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不选择尝试和石头人去杀他，这是不太好的。因为能不能杀掉呢，你敢不敢100%确定呢，其实不太敢啊，不太敢。当然成功率可能很高，但我还是没有去，因为我先把他塔皮吃了啊，就打中路，这也是一种打法。在路人局里面这种不是绝对不是说错的啊，不可能。我们先把这个拼，哎，先把它塔吃了，塔皮吃了，这样的话我的发育到了中期呢会非常的变态，团战会很好打，或者我到了中期再去打游走，那效率要比这个对面中路呢来得更高更快。你看他其实抓到现在其实没有什么收获，知道吧。我把他这个，他这个只是他的皇子在抓啊，啊，我们把他这个塔推了，
塔皮吃掉。好，塔皮全吃，然后把他防御塔推了，医学塔，再加上中路的视野啊，我马上就可以活动开了。他的队友马上开始就要遭殃了，敲开就行，他盖我，我交闪，这个必须得闪了啊！这不闪的话，被拉中再交闪就不划算了。可以点信号，好，非常好，搞个闪现啊！我们先把他这个医学塔拿了，现在我血量不多，不要想着去压他，他只有八级，现在压他打不死他。好，塔还是要先把它磨掉。现在蓝量不足，压他的时候一定要有小兵挡着，不然他那个拉很烦的。哎，好，拉开，哎，好，哎，这个把他推到塔下，敲一下，啊，这就没办法了。但是很赚啊，但是很赚，因为首先呢，我正好回家了，再一个呢，就是他的皇子呢，大招也交了啊，一拖二，而且我还杀了一个人。这对我来说非常赚的，我们正好也要回家。先买个 BF 大剑，再买一个这个阵容的话，我们先买个这个吧。啊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买一个药水。他这个塔肯定是要吃掉的啊，马上就吃掉了。等吃完之后，我就开始打他上下路了。他的皇子盯了我一波。他皇子很肥啊，七个人头，装备很好。马上我们要给对方的皇子制造一些难题了。来，1000元现金红包走一个。现在视野很差，不要去想着杀他或者推他，会被对面抓。我知道他在蹲我，但是他大没好，所以他没抓到。这样的话，我的队友会比较舒服啊。如果他们还是打不过，那其实我们也没办法，对吧？啊，说明他这个队友的这个战斗力没对面强。现在不想着出去啊，你浪费他这个队友时间。我们可以点信号，看这个石头人来不来。来的话，这个血量倒是可以秒。他偷了我的大招之后，他可以切换，可以放这个加农炮的。你看啊，皇子在下路啊，好，没事了。我们为了安全起见，回家一波。好，把装备出了。没蓝了，我很缺蓝的，没有出这个魔钟，先来一个忍者族具。来点个信号，这波应该是杀了我，好像跑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防御塔吃掉之后，赶快推下塔，然后拿这个龙。这波我是必须要去了啊！这波我要送他们命了。我们有加农炮，等一下就有了。好，一炮收掉，哎，好，马上去点信号给小龙，然后我们自己去收塔，让队友打。这个阵营放这里。我现在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，
因为我又肉输出又高，这个塔吃掉。不是医学塔了，医学塔被上路吃了啊，差了一点，但无所谓，这个影响不大。没事，把它敲开。他的机器人来了啊！机器人不来的话，这个刀妹跑不掉，因为我会闪现把他敲进来，或者把他追死都可以。啊，点个信号。小龙刚才队友没吃，现在他们中路死了4次，10级啊，基本上是作用很小了。看一下他们点肥的是皇子啊，就皇子肥一点啊，还好来帮我打个蓝吧。诶，这个石头人怎么了？好像掉线了，好像掉线了。好，来了，我们是菜刀队，有老鼠还行，老鼠到后期有真实伤害。这一波人太早了，肯定打不过，我们看能不能把这个龙给偷了来不及了。好，石头人来了。大他死了，大先大，好，切换形态先点他，管束很重要，再切换形态提速，苍穹之月够到了，好，敲一下，点走，好，这个肯定跑不掉的，杰斯的这种短距离的追击很强的，他能不停的变形态提速。好，我们开始帮助一下下路，把这个下塔给拿了。我们这波过来是强行推的啊，他们守不住，因为我现在输出非常的高。点个信号，不用管他有没有看到我了，我们过来就是强拆。中期的杰斯是非常厉害的，到了后期就不行了。好，我们再尝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它继续算了，队友走了，撤。现在他们的外塔全部拔掉，我们可以抱团继续推进，或者把峡谷拿了。我们把这个金身用了之后再回家出复活甲。完了，这一波我不能再出去了，出去的话会被包啊，我要小心了。他们现在没事干，肯定要抓中。上路的这个赶快走，肯定要上去，我们赢他一波，迎接他一下，赶快走，他再不走跑不掉了，我们救也没用了。这波救也没用了，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说不定能够埋伏到人。直接秒，没死吗？这次肯定死。小心他拉啊！他先跟队友汇合，我们先点信号。没有视野的话，不要太靠近，先给一炮。不行，不太好啊！他的队友都来了，我们跑得很快的，这种跑得很快，这波不能打了。我们先把这个先偷了，这个是偷发育啊，给个信号。主要刚才我们人太少，对方人太多，
我们只能打游击战，给个视野。龙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考虑直接，啊不是，这个脑子有点糊，出这个，给个视野。龙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。差一点视野把它勾出来，但是这个要不怕，有我在没关系。好，这波可以打，我现在很凶的，我现在很凶，先往后拉。哎，好，点点点，哎，队友都到了，好，大龙直接点信号。我现在有复活甲，又这么肉，还有闪，他们想要杀我的话太难了。先切换形态，西兰。我们的打野死了，没有惩戒，对方打野也死了，没有惩戒。我得留个加农炮抢龙，交给队友，不用管了。先西兰，因为这一波不一定好打。不行，不帮不行啊！加农炮给上。点点点，苍穹之月，好，这龙的血量没人管了，赶快，石头人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，来来来，不用再蹲了，不用再蹲了，先打龙，反正扛不住。哎呀，这个穿了这么多还是能把我，来直接打他，哎好，哎好，直接秒他，好，继续，我先吸蓝啊，我先吸蓝，他们这个龙是不可能抢到了，我们有打野在，别给他拉，好，又来个送死的，落地就死了，点点点，哎，好，继续打龙，啊，不太好打了，算了，没蓝了。给个小豆豆 ，OK。这波龙虽然没打成，但是他们因为这个龙丢的东西太多了。我们整理一下，继续过来。啊，可以把小龙吃了。好，回家1800。先出一个这个。好，我复活甲掉的有点亏。恭喜问心无愧获得1000元现金红包，恭喜！来来来，点信号，再来一波福利啊！再来一波1000元的福利，赶快提速！我们这一波想的都他 EZ 了，因为那个皇子是肯定跑不掉了，我绕后，哎，好。先开 W， 点点点，都得死啊！先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加农炮马上有了，哎，马上秒跟一波，哎，这蛤蟆帮他挡住了，我靠！没关系，下一波加农炮，他不好跑的，敲开，敲的并不是很开。这蛤蟆帮他挡住了，来来来，把这个吃掉，吃完准备大龙，必须要把大龙吃掉，大龙不吃的话我们推得太慢。我这波死的有一点不太应该，因为这个加农炮没把它收掉，我很气。我们下一件再来个鬼刀啊，给个信号，准备大龙，我的复活甲没了，闪现也没了，我现在的战斗可能要稍微的保守一点去打。好，不亏啊，
虽然把我们的图奇杀了，但他们也死了一个打野。我先吃个果子回点血。哎，我靠，怎么点到龙了？这边打起来了。好，可以考虑推一下中。你看这个吸血效果。OK， 不用怕，我在，我有雷霆一击，非常能够打断这些刺客的进攻。别冲塔，先点塔。哎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先点塔，把塔点了是最明智的。好，一二，往这边敲。哎 ，OK， 收掉。好，这个高地塔他们守不住了，他们皇子在追人，那我们赶快推。电能复合，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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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哎，高地拆的话，这个基本上大龙就可以收了，他们守不了，还差300块，我们再凑一点。再把这个三狼吃了，钱不够，多能剑不卖，这个东西还不错，八十点的血，把全部吃了，正好等一下队友回来，准备大龙啊，回来准备大龙。这时候杀人其实不太好啊，不太好啊，复活甲可能要掉。哎，这个大招给的有点东西，有点准。好，我们马上到。好，点点，好，先拉开，再点，不着急上。哎，好，这个时候再上，给个点燃，没事，我有复活甲，我很能扛。哎，你看，都得死，都得死的。拉我，给你拉，点点点，回手加龙炮。哎，好 ，OK。四杀没拿到，他交了个 Q。好，投降了。对面发现打不过，他们所有的招全部打完之后，发现我只是掉了一个复活甲。那后面肯定就没有再也没有技能了啊，没有火力了。这波复活甲特别重要，但没复活甲。